好累哦。如果戴口罩过来就好了，也没有难闻的腐臭味。咦，我给子不在啊，但是也不能大意，说不定他已经注意到我们了呢，也可能没注意到，无法预测他的行动。全部的魔给口啊，回归成为血翼吧。好可怜哦，所以过不去，好长哦这条路。喂，没事吧？是的，还好。振作一点，你看去那边的话有电梯。电梯，只有这里有安装电梯。使用这个的话就能到五楼了，就有这样，好像是摩根斯下达命令而安装的，真是独裁主义，不过太好了。在叫我吗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出场帅一点。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你的行动？可能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吧。给给，可恶，我居然大意了。你是不可能注意到我的吧？人家隐藏了自己的气息，怎么可能让你们发现呢？一端魔给口，这个人真的是魔给子吗？就是普通人。干嘛啊你？想妨碍毛给子吗？可恶，你这怪物！啊，好可爱！我心里有点不爽啊！啊，他崩坏了。如果要妨碍我的话，去死吧！去死！啊，杀了你！给子也喜欢他，不是这样的人就去死吧。如果按照摩给子想法去做的孩子呢，喜欢喜欢，我这样做的家伙呢，我就把他的内脏都弄乱，去死。每个人都要这样哦，杀了你哦，要让你痛苦的死去了哟。摩给子，我想杀了你呢。那个前一阵子我把一只瓜牛给踩碎了呢，真是十分痛快呢，啪叽啪啾的呢，呵呵，把牛先生死了，所以摩给子把他杀了，
所以呢，在我眼前的你们也是脏脏脏。他真的坏家，这家伙该尿了。小姐快跑，我赶快跑了。好，等，喂，等等，给我等一下。娜娜为什么要逃跑呢？讨厌讨厌，来玩吧。啊，我知道，是玩捉迷藏，然后追到你死为止。我逃了高兴呀，然后去死的。要逃！某个一直不在，但是也不能待。所以呢，某个给哦，哎，那边有爸，回到那边会重复。和一帮猛鸡口，黑裤子和猛鸡子一伙不停的追逐。好像是逃过一劫了，还以为要死了呢。得到了张东西，青色玩具，哎，青色玩具，成长。救我，让我回去。里面有人在哭，你准备不要管他。对，可是很可怜，而且门被很大的金属零件固定住了。你用什么东西可以把它砸坏了？这叫什么？设计玩具。铁锤，是的，不要了啦，我想回家了。那个，你这家伙是谁？因为听到求救声才过来。是吗？我的名字是摩给口夫，哈西哈西。我是被摩给子绑架过来，监禁在这个房间的。给你道谢了，人类。刚才不是我在哭啊，绝对不是。傲娇。不管怎么看都是在哭啊。没错。算了，我的部下们应该也在找我呢。不回俄罗斯不行。俄罗斯，再会啦！好，拜拜。什么啊，那家伙，谁知道？唉，出门，在前头打，走啦。哦，你看后面那座山，可是电梯不能使用，这可怎么办？小姐，来找找其他的路吧。存档，一定要每个地方都存一下。这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不公，别人总是把我最重要的东西夺走，我不知道去憎恨谁才好。我应该如何怎么做才好？我另外一边呢？好悲哀的感觉。不跟我讲话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，我们还真是悲哀的生命呢。真是很舒服。未来毫无希望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？跟我讲话，他只有哭。天哪，他也
太悲催了，这一层楼。别管我了，为什么活着？为什么活着？哎，好可怜啊！感觉他们有点可怜，这一层楼。无论是谁，终将会死，所以我们说，我们现在活着是为了死吗？唯一能拯救我们的，那即是死。双火腿，为什么我会活着呢？要是每天都会这么难过，早知道就不要被生出来，超悲哀的。是我最喜欢的汤，可是却食之无味。生火腿好吃，生火腿等于菩萨。是的。你干嘛呀？还给我！好可爱哦，他的表情。咖啡变冷了，简直就像憋到走投无路一样。与其每天受的虐待，我还不如干脆。活着是什么？死了又是什么？好难过，现在哭泣。这一楼都是文青，就对了。因为饱受折磨，所以都是文青。或是他。哎，我的手机到底掉去哪里了？掉在这么肮脏的城堡里，真是太糟糕了。原来他是在找他的手机。他都已经找了四层楼了，还找不到哎。爱的房间，恐怕这里就是某盖子的房间了吧。生火腿，恐怖的书，恐怖的书，恐怖的书，某盖子的照片，感觉吓得很恐怖。那另外一边呢？恐怖的书，某盖子的内裤。我内裤哎，有个飞镖盘，中央贴着讨厌家伙的照片。另外一边呢？等一下，先存着吧。先看一下，我给子的内裤。黄色的，黑色蛋白。那恐怖的书呢？28猎奇的书。啊，这里也有莫吉克。遇到莫吉克先生，我还在想，怎么一直都见不到，原来是在这里啊。哈斯，没想到，天你也惨遭莫吉克的毒手了。嘿嘿，好久不见了。他还活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不，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被抓到。这可就说来话长了。大家知道了吗？生火腿之神一直都守护着我们。哦。那么大家一起来祈祷吧，向我们的神。哎呀，你就是哈斯酱吧。我要好好疼爱你。但之后他就除了我以外的某些可能都给杀了。哈斯酱，今天要玩什么呢？不要，住手，不会原谅你。每一天都要接受名为拷问的拷问，比死还要残酷。他笑着蹂躏着我。我
게好可怜哦。然后就是我们就到这里了。好，那家伙很危险的，被发现之前赶快点。已经被发现了，就在上电梯之前。是吗？是吗？那还真是危险。这样你们再往回走，那就糟了。说有个秘密通道来着的，龙给子寝室的床下，那里确实有一个通往五楼的隐藏通道。我本来也想从那里逃跑来的，可惜手脚都被绑住了。哈斯，你也跟我一起去吧。哼，你很温柔的，谢谢。不过我就下来，大概已经不行了。哈斯。是的，好，往毫无痛苦的伸后腿的花园。摩给克，所有的摩给克回归成为写意了，回归成为写意的摩给克，被指引着走向那里。伸后腿之神是大慈大悲的，会宽恕所有摩给克的罪行。你也来爱伸后腿吧。哦哦，神啊，美丽的光辉缠绕着你，我们唯一的伸后腿之神啊，堕落于如此悲哀的世界，给予我们救赎。哼，还有一个摩给克的灵魂，在冥台渐渐地飘落。哈斯，是的，safe。是的。那家伙其实是我的朋友。啊，失去了重要的人，肯定十分难受呢。快看，可以看到台阶，这样就可以上一楼了。接下来是五楼，还剩一点了。是啊。五楼，夜行的摩给克可以吃人哦。噔，为什么有行踪的东西都会坏掉呢？啊，所以。就这样，小姐，你从刚刚开始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，对不起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嗯，烟群党，五楼，这里可以进去吗？不能。这里呢？啊，稍微等一下，小姐，姑且先去隔壁的门吧。隔壁的门，不是都一样吗？不知名的话，我朋友昨天因为花粉症死了，我却什么都没办法做，都不讲话。院内请保持安静。这边呢，
还有卡通哎，小鸡鸡。约翰，不要哭，没办法的，一吃香辣面中毒是无法治好的病。史黛芬妮，怎么会？太过分了！你明明什么坏事都没做，怎么会？哦，这也是那个什么作者的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游戏，黑色体验。记得有大海盐与大海盐，灰色庭园跟庭园色灰。嗯，为什么是音乐？小姐，为了不时之需，在这里拿些武器吧。那个在哪一楼来着？就算是我赤手空拳，也不一定能赢。那个你在说什么？这里可是医院，武器啊，我没说过。这一层楼有会吃人、会打怪的。危险啊！虽然没有我鼻子那么危险，但是关在牢里要慎重起见啊。虽然这里是医院，武器和玩具可是有一大堆啊。怎么了？我的胃开始痛了。